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随着毕业季的到来，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都开始寻找起了适合自己的工作。不过由于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数量一年高过一年，可社会上的工作岗位就那么多，因此想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变得非常困难了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日薪14万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兴趣呢？这份工作就是换灯泡。按理说换个灯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为什么这个工作会如此高薪呢？其实这个灯泡并不是普通的灯泡，而是几百米高的信号塔灯。这项工作可以算得上一份十分高危的职业了。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特别是几百米的高度，就算几十米的高度，都是一项很难完成的挑战了。然而在国外，却有这样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8年的时间。如今他对这份工作虽然已经掌握得非常熟练了，但每次爬信号塔也都得耗费2-3个小时，期间所要消耗的体力一般人恐怕想都不敢想。除此之外，这份工作的危险系数也是非常高的，几百米的高度姑且不提，在信号塔的上部还有强度很大的阵风，风速有时甚至能超过100公里每小时。即便拥有再好的保护措施，在面对这样的强风时也不免担惊受怕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工作太过危险，所以换一个灯泡的工资才开到了2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4万元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份工作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